Hello， 大家好，肖战教大家如何将一个很普通的东西变成一个极具设计感的艺术品。一双白鞋，我最喜欢白鞋。你把它买回来之后，你可以在上面画你自己独有的东西，仅此一双。要画的呢，其实是很特别的一个东西，人人都可以学会的。我们的名字、一些单词很简单，不需要有绘画功底。最开始你要用铅笔，然后在鞋子上面画出一个大概的一个形状。Are you ready, kids? Aye, aye, Captain. I can't hear you. Aye, aye, Captain. 后面做了一些小装饰，因为上了色，大家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Pineapple under the sea. SpongeBob SquarePants. Absorbent and yellow and porous is he. SpongeBob SquarePants. 搞定，简单粗暴，学会了吗？